从来不向命运低头，无论输赢，我永不放弃。我从来不轻言投降，所以我一直是王者。我曾经站在世界的高峰，这一次我要挑战你们。我在全民星运动会。现在要冲过终点了，会不会破大会纪录啊？即将抵达终点，最后飞起啦！这一直非常的远，刷新大会纪录。我们运动员一般是说，他对了，他抽的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。郭宏志加入全明星宇宙，当面开唱前阶 CP， 干掉两位前辈。哎，先别问一代米要扛几楼，看来香的不止前阶，还有白米饭啦。15号前阶 CP 出席新节目首播记者会，旅美职棒好手郭宏志也在阵容加一喽。阿士说，先前被曝入主全明星四，小小郭真有此打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很强啊，小潮的记录就靠你，我也过他的，我也过他的。不敢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如果你会不在，可以说，就他坐我旁边。我觉得当你对的话，就是叫妈妈干掉两位前辈。前姐，我是真的有点害怕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小小郭哥的话，我先看一下你前面表现的出色。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。没有，我们运动员一般是说，他对了，他抽的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。算是香还是臭？我还没闻到，有点香啊，就是笑容没有那么甜。哇！哇真的很贵耶！哈哈哈哈哈！跟跟弟弟两位在第一季跟那个第三季的表现，他们两个哪个表现比较好？我讲对不对？一个是开高走低，一个是渐入佳境。我这是假的。实力相当，因为两个人都两座 MVP。但是我还是要替王子说，因为他受伤了很长一段3周的时间。因为像我们，对，像我运动员，其实你再回复到床上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好像看起来没事，其实你是会害怕的。当然就是会怕再度受伤，会可能会害到团队，就是会心情会比较是这些顾虑啦。对啊，谢谢小姐。哇，是长青竹，你带一对长青竹啊！两边他就从超过100岁，那个保险额度可能要高。